是我的后台，然后我还是照我的习惯，我音乐会当天穿了一件 John Mayer 的衣服。今天什么？为什么拍照？有吗？因为他永远可以给我带来好运。我每一次音乐会，就自从，就是看完他演唱会之后，我每一场音乐会都一定会穿他的衣服。今天的 vlog 内容就是4月28号我的今年的第一场巡回音乐会，然后现在是应该现在是1点多。 Hi EJ， 1点20我们在 set up 场地哦。 Hi Joe， 对，然后现在在 set up， 然后等一下要开始排练。 Hi Jonathan。 Hi，今天是演出了 ，Are you ready？ Yeah， Jonathan 脸肿，你的脸跟我一样，好肿了，对，有一点肿。You need to massage。Press。黑色的卷。Hi Water。哎，黄色的可以吗？有黑色的吗？丽南。Keys too, could you keep playing, please? Now we are Short Thing, Dear Soul. Now it's already 3:13, and we are a little lat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Now we are in the back, and because I was busy, I forgot to record the video. Now it's about 7:29.现在7:29，哦，剩1分钟可能就是要 delay 了，但是我必须要稳定。然后 Kevin， 我们都没有时间，所以我只好自己弄妆。好，哦，哇，15分钟，哦，我的天哪！天哪，太好了。那我们可以再搞一下，认真搞一下。然后这是我第一套衣服，就是一个 red dress， 因为这是我的一直以来的 tradition， 就是一定会是红色的。一定会有红色的礼服，所以我就把它摆在就是第一个裙子，就是红色的衣服。然后有一点点小紧张，但是因为太赶到，就是都没有来不及紧张。然后今天因为说是有球赛，所以也不知道说，我也不知道下面观众的情况，然后又下雨。现在7:37，然后 delay 了15分钟。Hi Jonathan， 他在讲电话。Hey Jonathan。Hi。我们要不是在 ready 了 ？Are you ready？ Yeah。Okay， 不是，我们要开始。Okay， 去了。Thank you.
秀了，以后还想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给你们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谢谢大家。唱到黑眼圈都出来了。我们现在要庆功宴，然后这个餐厅竟然放了一个 Yes， 欧阳娜娜 So cute。 然后我们准备要吃饭啦。嗨，第一个进来是 Kevin。 嗨嗨 Angela。好吧，大家走喝酒。哦，有人说喝酒吗？走喝酒，走喝酒。等一下，来各位注意啊，领导发言。来，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参与我的十周年音乐会。Woo!
生日，但不知道什么大家要唱生日快乐歌。辛苦吗？辛苦了。说几句话啊。北京要很要搞得很大哦。对啊，你是说六月十五号的音乐会吗？我们要预告一下是吗？是。所以六月十五号等着在北京和你们见面了。演奏会圆满成功。拜拜拜拜。哇，我们结束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每一个人都过来说一句话。好。静吗？丽南。Hello。伊恩。Hello。黄玉婷。Casey。Lawrence。Juan。Hilo。静素。Oxy。静素。Hello。Angela。丽南。Lucy Park。Patrick。Hi 妈妈。Hi 妈妈。My crew 啊，我感恩呢，晶晶开心。我们现在回家了，看我的结束啦。Bye guys， love you all。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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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明天见。好休息。哎，你们还在这？就是反正我们这个换衣服是很有。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彩排就把它 figure out， 因为当虽然我当天还决定我要穿什么，第一趟呢我穿的红色礼服，对不对？但是我那个是 like 露肩，所以我不能穿有肩带的。那我妈在说，那你是不是不能穿内衣还是什么？但是我说没有，就把那个肩带塞进去。然后因为为什么我还要穿一个背心呢？因为我不能说到房间里面换衣服，我只能在 like 旁边后台直接换，所以我里面一定得穿一个背心才能脱衣服嘛，然后再穿一个紧身牛仔裤，所以我那个红礼服里面穿一个紧身牛仔裤配我的马丁。然后里面那个背心加内衣我就塞进去，所以当时马上把那个红衣服脱下来之后，就赶快把两个肩带穿上，然后肩带穿上之后呢，黑 T 恤，然后把 polo 的外套穿上，然后下面就不动，然后把那个耳机就是把那个 T 恤塞进去，然后耳机抽出来，然后盖挂一只，然后那个发型师就一直在帮我弄头发，捞起来，然后再塞那个耳机线啊什么的，然后 OK， 然后第三套呢就是。要把裙子穿上，然后穿一个衬衫，裙子穿上，然后黑色的衣服脱掉，然后再套一个白色 T 恤，然后配一个黑色的西装。你没有讲最麻烦的是你换鞋子。对，然后换鞋子，这套换鞋子要从马丁换成 Converse。哇，真的就是有一个人在帮我脱鞋子，然后有一个人在帮我来系我的那个裙子，然后把我裤子的腰链拿掉，系裙子，然后脱 T 恤，然后要穿外套，还要弄耳返。然后弄耳返出来之后，就是，就出场了嘛，所以鞋子穿好，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把裙子扒掉，但这个地方没有 BCR， 就是从，I don't want to be anymore 换到 short thing 上没有 BCR， 所以我要把裙子扒掉，然后把那个衣服 T 恤塞进去，然后再来就是 to me，to me 的时候是最麻烦，为什么呢？因为 to me 是连身裤，所以我得把鞋子全脱了，然后再把衣服穿上，然后衣服穿上之后再把鞋给穿了，然后还要那个绑那个腰带，然后还要戴那个 choker， 然后还要戴帽子。我不是那个还戴帽子了吗？然后戴了帽子之后呢，回来下一套是什么来着？下一套是 Bohemian Rhapsody 吗？穿裙子。Bohemian Rhapsody 要穿裙子，所以我又要把鞋脱掉一次，然后再把外套脱掉，啊，再把那个连身衣脱掉，然后连身衣脱掉完之后呢，我要把那衣服穿起来，然后那衣服还要有就是有点就是那个挖背，所以我又要把那个肩带来弄到里面去。我那个耳麦很难弄，因为呢那套我还要拉琴。所以拉琴加耳返都是 wireless， 所以我得把两个都插到我的就是口袋里面。但后来我发现那个裙子我没有穿好，那个裙子卡在我的牛仔裤上面，所以我一半是 like 是这样子，然后一半是放出来，然后呢就有点尴尬。但是我就两个东西都要，就是那个背带还有大提琴的背带还要背好啊，所以就很麻烦。